这是一场五十七公斤级对决，由中国选手宋建林对阵日本选手伊萨米鲁马。So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match is 57 kilogram boxing combination, the Japanese boxer Esme Roma versus the Chinese boxer 宋建林。好，现在我们首先掌声请出外方战队的选手，来自日本的伊萨米鲁马。Welcome.伊萨米鲁马今年18岁，身高1米68，臂展长度170厘米，职业战绩16战12胜3负，一场 KO 对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So ladies and gentlemen, no less welcome our Chinese red corner boxer 泽红方战队曾建林，今年20岁，身高170，臂展长度172厘米，职业战绩18战15胜3堂 KO 对手。他在2018年鹤壁成年锦标赛获得第3名，2016年宁波青年锦标赛获得第1名，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亚洲青年锦标赛获得第5名，俄罗斯世界青年锦标赛获得第5名。2016年，秦皇岛青年锦标赛获得第2名。曾建林这里是我的唯一的兄弟，在那边来说，我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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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本场比赛台上执法裁判是来自俄罗斯的国际裁判员亚历山大·莫利佐夫。57公斤级拳击比赛，中国红方选手曾建林与日本蓝方选手阿萨米·鲁马比赛即将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青海卫视为您带来的2018昆仑英雄拳击金腰带争霸赛西宁之战的比赛。那么今天的解说评论呢，是李青青老师和我常景阳为您带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场比赛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抗。这场比赛同样是4个回合的比赛，对阵双方，我们的中国选手曾建明来对阵日本选手伊萨米龙马。可以看得出来，双方都是比较年轻的，尤其是日本选手才18岁。对，这个日本选手一上台之后，我就觉得今天他可能是有点怕冷啊，因为他的这个短裤啊。他是职业拳击，他都是个性化。对，他都是不像的几个拳击，他是规定的很严。他这职业拳击，他都有他的后面的名字，或者他的这种商标啊、赞助商啊，对，都不一样。那这个短裤其实还是这个皮草的啊，对，你看双方这一上来还是比较谨慎，都用前手，哎，控制住距离，哎，都日本选手也比较谨慎，哎，这是对的，因为先不着急，因为毕竟4个回合又是在高原。刚才这个迎击拳赢得不错，哎，这个迎击机会抓得很好，对，哇，这一开场双方就近身肉搏呀，但是不敢。不能够这样拼啊！对，因为你后面还有3个回合。对，我觉得第1回合拼完以后，你后面还打不打？是，这个能力，你因为毕竟这是高原。我们这个选手应该吸取刚刚第1回合的教训。对，第1回合就是，哎，可能这个江苏这个选手啊，还是有点高原反应。对，有。就可能大家觉得这2300米的海拔可能不算高，但如果您有机会来青海、来西宁的话，您可以试着跑一跑。你跑2步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胸口就会有点发闷啊，必须是发闷，对，而且是缺氧。对，我们因为在这个地方成长过，完了特别了解这个西宁，包括青海其他地方这个高原反应。是的。
开场之后，两个人也是互不相让，互相之间这个没有太多的试探。这个曾建明啊，这是来自四川的，他你看他这个，你看一看我一为什么呢？我一听他的教练是四川话的口音。哎，对，马上让出来，哎，不着急，对你把距离控制，对，也不要就是，哎，你看有时候一打空也很累，对，不错，这几拳还是打得不错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对，好的，这拳也是抓住机会了。好的，这一组打得非常好，连续的命中。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其实日本选手也有一点反应，也有反应。我甚至觉得这个日本选手这脸色好像有点发白，发白了，对吧？已经就是缺氧了，已经是缺氧的感觉，脸色发白，他也要拼啊！你在挨打的时候，他也要还击啊！而且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时候，日本的海拔更高。台上裁判是来自哈萨克斯坦，也是国际裁判。你像我们国家的选手还能够这样跑，这是犯规的。对，但是时间到了。你像我们国家。胜对，这是打得比较清楚，对，所以日本选手也是啊，刚才那一组以后，他也是气喘不上来了，对，也是脸色发白，对，看看第二回合，经过一分钟的休息以后，双方运动员看能不能调整的，谁调整的更好一些，因为像我们在这种比赛过程中，它是有氧和无氧的结合，你这种一下这个供不上的话，其实整个人很难受。他当时连续出打的时候，连续击打的时候，那就是个无氧了。对，就无氧了。无氧了。但是你这无氧完了以后，你能不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对，完了以后进行有氧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台上裁判在给我们中国和日本选手在说，不要开掌。日本选手还说我这没有开场。今天的裁判的执法的这个也是非常严格啊，他就按照规则走，对，不允许掌跟击打，开掌击打。武藏选手一直用前手的支着啊，这个距离架开，高举一下，先打扶，对。日本选手啊，相比较速度还是慢了一些。日本选手，所以这一个是速度慢了点，再一个他这个距离也不是很好，而且拳还不是很重，不像菲律宾刚才第一对的选手，他拳很重啊，我拳很重，他你打他几拳，他抱着没事。对，到第二回合他回击几下是吗？你就受不了。来，这迎击赢得不错，就是当对方打后手的时候，我抓住机会，我打你个空当。所以现在这个日本选手，你看他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对，轮着也比较慢，所以距离不是很远。所以现在你看，像牛马打的也没什么章法，也不知道该怎么进攻了，对吧？这边打的，手搭的比较高的时候，我就打你腹。实际上打腹拳很重要，一下子就能打软你，打得你到时候喘不上气，完了自己想出又出不了拳，那么手自然就拿得很低了。拿低再打头，这种一定要很明显的这种技战术的对攻。
杀换拳啊。对，现在观众也很热闹，对，给我们中国队的加油啊。底下也喊着让 KO， 但是现在争不是说想 KO 就能 KO 得了的。确实对于我们青海的观众来说，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水平高质量的比赛也是件非常难得的事儿。对啊，这是国际比赛啊。对，毕竟有八个国家。冠军。其实你也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看一看现在各个国家拳击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每个国家现在都什么样的风格。对，还有就是现在的中国队的宋建明啊，护士打掉了，打掉了，也是自己吐掉了，也可能。这个可能日本选手有点意见啊。对对，护士护士，完了裁判呢以为是日本队的选手掉了护士，哎，这是给他示意你掉了一次，不能，有意识吐护士。因为你这个吐自己故意吐护士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就是有的时候没体力。第二回合时间到，这两个回合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回合也保持着非常高频次的进攻的这个数据啊。对。咱们这个曾建明明显的这个体能还不错。对。这第二回合，然后还依然保持着第一回合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日本选手呢也比较顽强。当然了，这个顽强的属性是日本选手的一个特点啊。他是比较年轻的，才18岁。对，18岁、啊。所以日本的职业拳击也不错的。你看那个，木村翔战胜周春翔。他这个原来是搬运工也好，无名小卒可以说。无名小卒。对。但是人家这意志很顽强。对。很坚强。而且现在这个木村翔好像在战胜邹市明之后，整个人这个心气儿好像比之前高了很多呀。啊，他明显的就自信心强了很多。对。日本的职业拳击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对。而日本在格斗层面，好像这个整个的竞技水平都很高啊。对。不管是拳击也好，综合格斗也好，自由搏击也好，他们的水平其实都非常高，在亚洲。其实乃至在世界都可以在这个领先的位置上。对对，只是说在这个大级别，可能确实还是欧美的选手。对，亚洲都是中小级别，中小级别，对，大级别还是欧美选手。对对对，棒棒棒棒棒，打得不错。你看日本选手这个反击的还是速度慢，他这所以脚下也跟不上，对，再加上防守也有漏洞，有的时候一出拳手就拿得很低，刚好这时候，曾建明反击抓机会还是抓得很好。是，曾建明其实今天不管是主动进攻还是防反，其实打得都非常不错。漂亮，哎，你看打得很聪明，前手上攻打斧，再后手打头，他这个战术意识还是很强的。啊，漂亮，这是林俊，林俊很漂亮，这空当抓得太准了。对对对对对。就等着他出抓他迎击拳，哎，对，就抓这种迎击，确实一抓一个。确实日本选手感觉比这个曾建明慢啊，慢，感觉慢了四分之一拍的感觉。这个伊萨米龙马现在没有还击之力了。也是调整调整，对，稍微控制一下节奏。哎，这控制一下节奏，我不能，后面还有两个回合，我得把这两个回合也打得很清楚，哎，不着急。对，双方的体能都有点下来了。现在你看，这个日本选手，他不管是出拳的速度，还是力度，跟曾建明其实都不是一个级别上。都要慢一些。对啊，感觉慢一些，力量也差一些。力量感觉你这伊萨米龙马这拳打到曾建明身上，就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对。所以曾建明现在整个人比较放松，对，能够就收放自如。他能够控制住就整个台，拳台的这种节奏。哎，挺漂亮，打滑的。对，有鸡肋。还是很聪明的，曾建明打的还是很聪明的。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啊，
对，让日本选手防守是根本摸不着头脑。他出拳快，既没力量，速度还慢，脚下还跟不上，因此曾建明肯定要技术上就是比他要好一块儿。这个日本选手今天这个运动短裤穿得很华丽，但是拳法打得确实很一般，包括进场也是翻，直接从围身翻进来，所以还是挺有意思。刚才中国曾建明的这个助手让他注意打上勾拳击腹，哎，让他还是要打上勾拳击腹。迎击，对方他速度比他慢，他可以放你出的时候马上迎你。还有十秒，还有十秒钟。目前看曾建明三个回合打的都不错。曾建明这个回合打的也很聪明，对，因为他这个时候体能肯定是有下降，我就不再主动进攻了，我就等着机会，我等着你啊。现在综合前三个回合的这个情况来看，曾建明肯定是现在领先的嘛，对吧？所以只要第四个回合不被击倒，这场就拿下来了。拿下来，对。来，我们看看现在正在播放是我们在第三回合的精彩的集锦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为我们所有的两位选手，他们的体力可能也消耗的比较大。为他们加油呐喊助威，掌声响起来。西宁的观众还是很热情啊，对，这就是这第三届这个昆仑英雄也是第一次在西宁打，是前两届都是在海西中，是哈，所以这一次我西宁观众还是很热情，另外也乐意看这一场精彩的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来传递出我们西宁人民热情好客的这样一种特质啊。现在西宁是夏冬，现在都很热，西宁是度假的最好的时节，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西宁来。护齿打掉了，护齿打掉了，这日本选手的护齿啊，那是着着实实打掉的。而且刚刚你看日本选手护齿打掉之后他不退，那时候就是下意识的感觉，该反击啊，对，你没法退啊。这裁判也是跟这个日本选手警告，你要把这个护齿咬住啊。对，这是一个迎击。两位选手短兵相接啊，哎，又一次，这要，这是曾建明选手的吧？哎，对，曾建明的这个护齿掉，这双方都是咬不住护齿，咬不住，因为什么咬不住呢？比较累，对，张着嘴呼吸，所以一打的时候护齿给打掉。比赛继续。手的整个比赛的频率都非常高，打得还是很激烈的。你毕竟这是2023的这个海拔，2300米。其实这也能看出来，两位选手平时在体能方面的训练应该是准备比较充分的。对，说明这个训练还是比较系统的，训练质量也很高。哎，来，曾建明，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后背，对，这是不允许这样跑的。这个助手也知道叫后直前勾。对，因为在比赛当中你可以侧向移动，但是你不能把自己整个后背，对你这样。不能去跑步，对，不能背着对方跑。你选择侧向转拳，又是连续的重拳，迎击赢得不错。前手点一下，
哎，这两拳前勾击鼓效果很好。这个徐建明的教练我也听到在说后直前勾啊。对，他因为对手右手一拿高以后，勾拳这个肋下就是肝部就露出来了。不透，你看。徐建明的抱架起来了，这个选手这拳这么打吗？对，他是拳软，力量不够。双方体力都消耗的比较大，是。这个比赛时间也应该所剩无几啊。对对对。击破头。还有十秒。十秒。哇。结束，时间到了。这场比赛两个选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场节奏非常快的比拼啊。到第四回合了，两位选手这个出拳的频率体能不错，没有下来。体能，曾建，尤其曾建明的体能还是不错的。对。谢谢。日本选手还是很有礼貌的，过来是谢谢。不管是选手还是教练，直接来到红方的这个边角。哎，这双方选手很友好。我相信这个比赛的结果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赶快宣布57公斤级比赛，红方中国选手曾建明同日本选手伊萨米若马四回合比赛结果。1号裁判40比36红方胜。